各位听众，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让他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内幕第67期，谈盗国贼控制金融帝国之江新军侦察不进，水波不进。对，总编您好。你好。最新出版的内幕刊登了一篇6万字的长稿，中国金融黑洞与郭文贵先生指控的盗国贼，为什么内幕会在这个时候花1/3的篇幅登载这样的一篇长文呢？读者从标题上看呢，就知道这是郭文贵接受《明镜》系列专访后产生的效应。郭文贵在这些专访中一再提到中国有一个盗国贼集团，内幕专稿作者黄甫不平用了10篇文章篇幅，通过透视中国国企银行、房地产、金融货币、证券期货啊、外汇储备、私募股权基金以及渤海泛亚专题，最终说明中国确实存在郭文贵说的盗国贼集团的可能性。说到盗国贼集团，这篇文章肯定是要点王岐山的大名吧？1999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呢，朱镕基提出成立信达、长城、华融、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四大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进行不良资产剥离，并逐步实行股份制改造。当时公布的要处理的不良贷款是1.4万亿左右，王岐山家族控制了其中的信达以及后来出现的中建投资。文章认为，王岐山对中国金融行业的控制大致分为3个阶段：1989年到1997年期间，时任总理朱镕基任内开始四大银行改革，朱镕基是发起者、设计者。王岐山则是具体的实施者之一，正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王岐山给予了华尔街巨大经济利益。内幕专稿提到，高盛的业务合作当时就是由王岐山啊，当时呢他是建行的行长，由王岐山引入和推荐的。建行呢，包括中金公司呢，是和华尔街合作的4点。第二阶段呢，是2008年到2012年，在翁家宝总理任内，王岐山担任分管金融的副总理。今天被万众瞩目的海航的股权变化，海航系的开始扩张，均在此阶段发生。第三阶段呢，是2013年至今，王岐山手握中纪委，这把四大行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让海航集团得到真正的极致的扩张。那么在王岐山之外还有谁上榜呢？内幕专稿提到，经济沙皇朱镕基的一系列改革，说白了就是把经济、金融、财政、税收的权利呢都紧握在中央手中，而中央银行干脆就变成了造家提款机，而朱镕基本人及其家族呢，这是银行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例如朱镕基儿子朱云来在当时在中金任副总，中金的第一大股东是中国建银投资，朱镕基的女儿在中银香港当老总，中国银行原来也都是朱镕基的亲信人马。中国四大行上市时，建行和中行都是绝对的朱镕基嫡系先进行的股改上市。此外，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等中国巨型垄断企业在上海上市的主承销商主要是中金公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瑞银证券。那其中中金公司朱云来呢，历任中金副总裁。我们知道温家宝在台上的时候是个相当有争议性的人物，那他有没有被这篇专稿列为盗国贼之一？
防虎不平的专稿提到，朱镕基总理时期的巨大银行和社保基金黑洞达2.2万亿亏空，但跟胡温时期10年之间增加的76.4万亿 M2 相比呢，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中国目前经济的困局根源是温家宝任期的货币超发。2017年，北京二环内的房价是每平米12万元，三环房价是每平方米10万元，北四环房价呢是每平方米8万元。这种高房价对北京来说还是必须的，因为如果76.4万亿都涌入居民消费市场，带来的会是普通老百姓深刻感受到的严重通货膨胀。朱镕基儿子朱云来也多次表示，中国现在的一切问题都源于货币超发。朱镕基曾大骂温家宝是中共党内最大的投机分子。胡温政府的多项金融经济政策是倒行逆施。为什么？因为温家宝任期最后选择了以房地产经济为支柱发展中国经济，这种政策被认为绝对是富含海洛因的房产债务货币金融政策。现在许多人仍然记忆犹新的是2015年中国的股灾，几十万亿人民币几乎瞬间蒸发。关于中国的证券市场，内幕的专稿是如何描述盗国贼的呢？这篇文章认为，在证券市场领域呢，如果存在盗国贼的话，那他们就是食人的巨鳄。郭文贵6月17日接受民进专访时提到，有2个常委提供给他7人名单。正是这7个人盗走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巨额资产，高达25万亿。内幕专稿认为，虽然感情上无法接受这种说法，但理论上存在的可能。此外，作者提到中信证券和中信集团控制几十万亿中国资产，中信集团和中信证券从来都是历任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实权正部级干部子女的滞留地。这其中呢，关于郭文贵爆料的王岐山养女孙瑶现在的情况，作者在文章中都有较为详细的披露。除了中信证券，中国证券市场的总共前12家，总市值在1.1万亿左右，这些公司呢，实际的控制人无一不是太子党。内幕的专稿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作为当今中国核心或者最高统帅的习近平，对中国的金融系实际并没有控制权。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作者认为呢，中国金融系最高层在过去20年已经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王国，独立王国啊。整个中国金融系统最高层的人物呢，有江的人，有朱的人，有温的人，就是没有一个之江新军。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金融系统当中呢，习近平并没有真正的很多的涉足。好的，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陈小平总编辑您精彩的介绍，我们也再次感谢瑜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